老闆明天過一半的工作，你要跟他講嗎？他才不會換一台，兩個人都搶一罐，對啊。讓他吃吧，對吧？嗯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們都外帶比較多啊。 你也可以外带，然后找地方吃这样。我很怕你在那边吃，我在那边排队就要吃很快。